今天中午我们12:30出门的是吧？一点钟，洗了个被子，晒了一下，然后去全家，吃的什么椒油麻青椒炒饭，我吃的猪排，然后骑车骑到通远路南，看了个摩托车的店。看了个摩托车的店，里面卖的摩托车还挺多的。学一个摩托车驾照580。2个月可以拿到驾照。然后坐到迎春路这一站下来，现在在运河边的步道走。很热。有点热。感觉是冬天冷了那么久很久。照吗？好热。哎，你在拍我。好了，马路好像傻着，你不要拍我。走个迷宫。迷宫太矮了。迷宫好多好多。我们上一次来还是夏天的时候，特别特别的闷热，然后穿着条牛仔裤，然后那个时候好像是第一次牵手，不是第一次，就是第一次牵手后的第二次牵手，然后就一直牵着手，但是我又很热，然后我就说好热，就不要牵手。你记得？我记得。然后还有那个青蛙叫，因为这边树不是特别密嘛。还有一种湿地，就到处都是那个青蛙，然后我就很害怕青蛙，然后在那边走。柳树好像发芽了一只。青草的香味，这个草挤出来好像就有那个白色的汁，有毒的。
个蜜蜂的视频发到了朋友圈。太远了，这谁又下来了？过来，你给我过来。Ooh.